祖国的花朵，最帅的芒果，大家好，我是帅芒果。最近官方大佬给我安排了几场水友赛啊，我做监管，粉丝当求生者，如果粉丝逃走了就有奖金。于是我就在群里说，我肯定会放水的，让你们拿奖金。没想到有小伙伴就说了，你不用放水了，芒果，你本来就很水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居然不相信我，哼，你这个假粉，看来这时候要是不展示一下实力是很难服众了。看到我手上的大棒没有，他已经饥渴难耐，兴奋不已了，居然叫我别放水，那么你看好了，我不放水将会是怎样的下场。开局先去找找零件吧，找求生者什么的不着急，很久没有拿出我的丑黄了，江湖怕是已经没有我的传说了，但是我现在重出江湖，那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好的，找到推进器了，那么好戏就从现在开始吧。看到有人爆点了，如果没猜错肯定是小炎帝在踩椅子，很嚣张啊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过来给你一棒。看到脚印了，应该是跳窗出去了，那么就站起来留你一命，我先把这里面的推进器捡起来。看到没有，我这原地360度转圈圈的开车技术，一看就是老司机。我找到新猎物了，小伙计吃俺老芒果一棒。这家伙修机倒是很快的，既然这么快，那就更不能放过你了，今天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盘了你。有，还往我脸上撞，我再赏你一棒怎么说。哼，这小伙计居然还想分身骗我，幸好我手上这根大棒他有粗有长，不跟他废话那么多了，绑起来再说。继续装零件，一台机子没修好就已经装了一个人了，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下面就静静等他们来一波葫芦娃救爷爷了。我想我应该走远一点，不然没人敢过来救啊，走到这里差不多了，应该有人来救了。哎，看到了，小伙计还想跑，你倒是要问问我这根大棒同不同意啊，还想跑，给我乖乖的回来坐沙发吧。可恶，刚才居然没有过半血，这家伙还飞不了，不过没关系，那就再让他们救一波吧。嘿嘿，看到他捅我了，小伙计别躲了，你还真的当我眼瞎呀？啊，你还比哟，居然是个调虎离山之计，入殓师跑去救人了，看来没有让你们都尝尝大棒的滋味了。怎么样，还想躲起来，我一棒，我擦，居然被砸了。小伙计，我这发型做了很久才做好的，你居然给我砸乱了，我生气了，死吧。好的，解决掉一个再说，下面就开始找其他人了，不管他们躲在哪里，我直接把车开起来。哦，跟我一起摇摆。哎，有人刚刚修好了机子，看到一只小园丁，吃他一棒。哟，跑得挺快的，但是这里没什么地方可以让你躲了，你跑呀，你继续跑呀，你跑哪里去？可恶，死到临头还要砸尾板，这就是所谓的宁死不屈吗？没有用的，小伙计，乖乖坐沙发吧。哎，真是太潇洒了，我都被自己给迷倒了，怎么会有这么潇洒的操作呢？怎么会有这么帅的芒果呢？咦，旁边又有人爆点，很嚣张嘛，这是故意吸引我过去咯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成全你好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哎，我这个人嘛，就是热心肠啊，别人有什么愿望我都很乐意帮助实现的，而你的愿望大概就是坐一次沙发吧。得了，成全你。哟呵，牛逼了，小园丁被救下来了，果然又是一招调虎离山之计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耍小计谋，那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怎么救这个入殓师。喂喂，入殓师都快死了，怎么还不来人呢？哟，出现了，怎么样小伙计，这次还是调虎离山之计吗？没关系，无论你用什么计谋，在我面前都是虚的。果然又是这一招，小园丁跑来救人了，你们以为这样就有用了吗？天真了，小伙计哪里跑，再吃一棒怎么样？好的，又搞定一个。什么鬼，还剩四台机子，这么感人的吗？我都快被感动哭了。哎，你们都是好人啊，既然你们都是好人，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你们啦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是坏人啊。现在幸运儿有棺材，先不动他，小园丁半血，那就先搞小园丁好了。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还往哪里跑，还躲，当我瞎吗？可轻松搞定。糟了，园丁刚上过椅子，还剩一半血，幸运儿如果不来救人，那他肯定会去找地窖的。可恶，居然失算了。好的，那不管园丁了，直接找人去，我看你小子能藏在哪里，又不敢修机，迟早爆乌鸦。嘿，发现目标了，哪里跑小伙计，我怼，还想跑啊，跑去哪里，我怼。哼，刚才用了那么多次小聪明救人，现在没办法了吧。呵，乖乖坐沙发去吧。哼，对不起啦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靓仔，这就是我不放水的后果。你们确定要我别放水吗？真的不用放水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好的。